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发明秀。清除杂草是农田种植最基础的工作，最快捷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喷洒农药。但是如果杂草和植物混合在一起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是人工除草。为此，德国一家公司把智能 IH 和机器除草结合在一起，研发出了一款 Vulnerable 的机器人，外形很像地球上的探路者号机器人。其实它内部有着特殊的学习机制，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最新的程序算法，让它能够记住几百种农作物和有益植物的图片，而那些杂草和有虫害的植物被清理出去。最为厉害的还是能够通过算法加持判断植物大小，因为有的时候很小的杂草并没有什么危害，这样的话 Vulnerable 的除草准确率高达 95%， 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干预，一个小时就能够除草三亩地，而且适合所有的农田和果园。不过 Vulnerable 还有最初级的概念阶段，等它真正成型还需要很久。可是呢，农民伯伯都盼望着 Vulnerable 能够早日投入使用，毕竟它的出现能把科技和农业完美的结合，真正改变以后的农业操作。视频素材来自网络，更多新奇科技，欢迎关注科技发明秀。